What's better, your Chinese or your English? 你的中文还是英文哪个比较好？ Well, it's not that simple.姐弟，我们已经分居六年了，所以在这六年之内呢，其实我们两个人的想法还有一些习惯，可以看得出彼此的一些特征。像他每次来台湾，我就会觉得他很像观光客。然后他说我去美国，我就变成外国人。对， yeah. 他在美国就是美国的台湾观光客。Yeah. 然后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哎，这是什么？呀，比如说，不会开车吗？呀，不会开车啊！我现在会了。你现在会是我教你的，好辛苦的，考上执照。Distance can go two ways. Distance brings two people closer together, or distance can make you turn into the spiral of. 你会变成很陌生，或者是你下次见到这个人，你会。更有话题呀、yeah, oh, 更有话题。So, luckily for us， 我很多朋友就哇，你跟你弟去酒吧哦，这么酷，我就觉得有吗？但是又觉得好像因为其他的朋友不会带他的弟或是跟他妈妈出去酒吧或是一起上班，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算是很好 ，very good，very good。不一样的东西是说像。他来台湾，他会觉得便当是一个很豪华的午餐、哦对，还有铁板烧。铁板烧在美国算是豪华餐，就是你带你的刚认识的新女朋友去那边，或者是什么？难怪你每次都带女生去吃铁板烧。哎，Everyone knows what that means now. To give you guys a little background, 我是在台湾12年，然后他在我是在台湾7年而已。我的小时候在美国出生，偶尔会来台湾去来见那个外婆外公，然后会跟他们讲中文。你中文吗？阿公。Whoops。我在台湾出生，但我很小，差不多三个月 ，right？ 三个月大。三个月大。回到美国。OK。来台湾的印章。Yeah，MIT。我们两个都是在美国的国小受教育，在美国小时候是只会。听我爸妈在家里讲一点点中文。After we arrived here in fifth grade, her fifth grade, my third grade. 他的课本还是有注音符号，但是我的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被拿掉了，就国小的国文课本。去除掉。你们那时候下课还要跟那个系主任。会带你到他的房间去学，然后给你们补习。对，到了小六，我就开始比较顺。我差不多也是小学四年级， yeah. 就开始讲中文没什么问题了。加上我们家皇家的阿公是国小老师，哦、非常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去屏东暑假夏令营补习夏令营，我们就一直背课本，一直狂背。我们去屏东肤色变白，说哎你去哪里？怎么暑假过完你变这么白？屏东，屏东，哎呀。As the mother of bilingual children, what is it that you would like to emphasize? 因为我自己是辛苦学第二个语言，所以有两种 bilingual。一个我把我两个孩子叫做自然。双语，那我是辛苦努力学第二个语言，爸爸更不用讲，也是跟我一样，从他的口音就知道他学得很辛苦，因为学得不像。今天是8月10号，我现在在机场预设 Raymond， 他会在开中正国中开学的前一天晚上 crying when his homework。And he say, oh, it's too much. This is shit, Taiwan shit. 他一定会讲这句话。And he、okay. will say, not he say. He will say. OK. 基本上会错。今天是8月10号，我们要离开飞机上场。那，你闭嘴。再过几天，黄崇孝要离开美国，我预测他的文法还会一团乱。已经在这里15年。
我的文法早就预转乱，所以不需要预测 ，OK？ 如果能够给你孩子双语，真的要尽早在他们童年的时候开始培养，这样的话，他发出的声音就像狗狗，很自然。但是如果今天相反的，我弟在台湾住12年，他的中文肯定也比较好啊。那我如果在美国这么多年，那我的英文也肯定比较好，对吧？对，所以他们两个最高一招就是听到听不懂的词，就假装听懂，白目，然后不问，他们不会透露。你刚才讲那个字 adrenaline。你真的不知道那个字什么意思？Depending on where you are， 看你在哪里，你的习惯的用词，还有你长期 ，you know， I don't know。对啊，没有错，就是这个样子。像我以前西班牙语很强啊，太久没有听，它会变成说表达能力会下降，可是耳朵还是会听得懂。语言是一个活着的东西，所以没错，要学会，然后要常常用，才有意义。我是美国人的口音，有嘞。Okay, we're not impressed, not really. 但是大家不要失望，你看我语言能力这么好，晚一点开始还是可以学得会。不管怎么样，多培养另外一个语言，就是对你自己最加分的一个工具，而且让你头脑变聪明啊！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或是你们自己有什么秘密诀窍来学新的语言，欢迎在下面留言。那大家记得帮我订阅、分享、subscribe and do all of that stuff. Press the bell.Bye. 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 Okay. Now that she's gone, I'm just kidding. Bye.